會啊會啊，我自己本身好中意睇呢類型嘅劇嘅，同埋戲嘅。咁有好多我中意最近睇咗嘅電影啦，亦都有一個題材係講呢樣嘢。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值得我哋去拍嘅，尤其是 TVB 可以寫一個咁樣嘅劇本，我覺得係好好好啊。因為呢類題材好新啦，然之後有一種現代感之餘，其實 AI 呢一樣嘢。都是我們的創作來的，暫時沒有一個真正的 AI 告訴大家 AI 一定要是怎樣，所以我們這一套劇也都可以給一個新的空間給大家看到我們的 version 的 AI， 所以我很期待看到朱敏瀚演的一個 AI 咯。是啊，那你今晚去試晚點去試會不會性感？我未試未知，但是對我來說最重要去出席一些場合，第一就要適合的場合啦，另外就是最重要舒服，因為我一覺得不安心，稍稍怕走光，我整個人整晚就會很繃緊，很辛苦，樣子又笑不出，所以我覺得舒服最重要咯，是的。